魔镜啊，魔镜，向我北龙王重光昭示命运吧。炼火骤将战北野，孤狼忽现乱荒原。哼，时机，通知领主，他们就在北大荒原，一只不留消灭掉。遵命。需要黑龙吗？不，还没到他出场的时候。李小渣，复述一遍。加入封神小队的第一个任务，我能忘吗？其中一块封神积木就在荒漠之星的北大荒原，对吧？我们该怎么找？要注意什么？反正一路打趴那些领主，哼，总会找到的。别，你这么一弄，事情更麻烦了。我分析总部的资料后，基本锁定，封神积木的能量反应就出现在北大荒原的这片区域。这不是缩窄很多了吗？可以啊，江宇。初步估计，这片区域有几十个领主，一路大闹只会导致我们被围攻。先不说能不能逃，起码找封神积木是不可能了。啊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该怎么办啊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对，小渣，这次你的任务就是去北大荒原的村子调查。记住，别一时冲动，暴露踪迹。交给我吧。小笑，来喽。把小笑带上，他会监督你。杨天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对，有问题。没有，再见。我去调查恶龙人那边，他们也许会有更详细的地图情报。嗯，李小渣呢？我可不是他的保姆。那是。过去看看。警告，隐蔽，隐蔽。收到。江宇说了，伪装功能好像在这儿。别搞事，别搞事。嘘，我看看。泰隆大人，我赢了，请按照约定放了我的家人。行，我拳王泰隆说话算话。哼，不过我说的赢，可是打赢我们恶龙人。记住，别一时冲动，暴露踪迹。还有谁要打？我太失望了，这么公平的格斗，你们却连踏上擂台都不敢。和你们这些胆小鬼待一个星球，简直是恶龙一族的耻辱，给我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听不见，大声点儿。别再说了。给我闪开。我来打，我要打十个，我赢了你就解开大家的放电装置。大人，他是那个被通缉的火莲小子啊。那火莲小子留着两个丑丸子，你看他有吗？行，我就给你十个。就来一场公平热血的格斗，准备好了吗？恶龙兵，一起射击。我就知道。火莲觉醒。真是火莲小子，
接招吧！火莲四驱，快展开护盾！我饶不了你们！连心炮！什么？放马过来！你这恶龙胆小鬼！哼，恶龙人英勇无畏，看我堂堂正正解决你！人王击神！火莲小子，吃我一拳！火莲金神召来！一场男子汉的战斗吧！好啊，火莲金枪！看，卑鄙扎古龙杀！啊！给我射击！别小瞧我的技神，斗能全开，烽火战轮！先收拾你们，飞燕学人。什么？轮到你了。海龙，站住！再动，他们可就完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乖乖，别动。你这家伙，好一个火法呐！超级上勾拳，还没完，你也尝尝，真爽真爽，一边倒的格斗才是我的最爱。海龙，我一定要揍飞你！你没这本事。果然，恶龙人的资料库里记录了北大荒原的更详细的能量监测数据，这下就能进一步精确位置了。说，控制电流的装置在哪儿？就是它。江宇，你来通知他。姬小沙，江宇，村民已经得救，放手打。好，海龙，竟敢反抗！那些村民完了！怎么回事？电流装置坏了！可恶，到底是谁干的？我说了，我一定要揍飞你！大岩枪！
乾坤一掷，红莲策岩枪。看，对比了杨天抢来的数据，总部发现巨大能量的时间点，北大荒原只有两个地方有奇怪的能量反应。这下找起来不麻烦了。啊，杨天，我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。你听我说，楚佑，你这热血小子就会捣乱，帮不上半点忙。啊？什么？嗯，等等，小笑，你说话怎么突然这么流利了？总之，下次任务。你只能和我一起行动。哎，好一个保姆。